我今年进入香山巴马吉尔东坡了，因从说过我这里巴马中的一些社长，果断看着我们不。积极接受到这批选举，那些小市上个的巴马市的红，这种各种参加到这部分人全部就全是免费，直接到这全国去了。虽然的说选举路线上三百九三百的巴南中南的蒙古族族人不去了，虽然那个新闻新闻上等于三百的吧。中南的蒙古族族人不接老师了，两个新闻新闻中等于三班的班，中南的蒙古族族人不接老师了，两个新闻新闻中等于三班的班，中南的蒙古族族接老大将说了的兵的，到时候跟的那边啥不就是那当文盲的做些话，就当这些别人咋的说，中南的文盲家伙那样老想咋了，跟各路族人民真正你的那么大老师。今年冬耕就先收些年纪的，搁到老王子，搁到这边庄上马上忙动，等我几十遍都做跟老几大嘴样了，这边都是。这头接庄稼忙的农里接着种庄稼浆，马上忙先等我们几个今年种着大庄稼，冬天大庄稼进到庄稼等里做点这头。就找不到这里，沿着道路们虽然像火一样烂的的，却那么接近别人我这里去道路的嘛。Quand on dame Joujon Lou Dobaï, Lodou Bobina Vaké de Soro, Nyanji Jimbo Sultan Nimé Jean, son émo Jimbo Nadiat. Parker Dangam Zandou Jemmo Do, Tomba Tiji Jan La Chanta Lo. Ah, 我们现在开始讲课。啊，请讲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那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心成佛，为了获得佛的果位啊，今天大家啊听法
啊，然后就是精进的修心啊，成佛以后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啊，那今天的这个课的内容是什么呢？啊，就是啊，内家心啊，内家心的这个第一个修法啊，就是皈依的修法，今天我们就讲。皈依的修法，然后这个最后的一天，我们这次的这个最后一天呢，我们就受这个皈依戒和居士戒，今天不是受戒，今天是讲这个皈依戒，那我们将怎么样这个修这个皈依皈依的修法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就讲这些，然后呢过两天以后就讲啊，就受这个皈依戒和居士的戒，这个从皈依开始啊，皈依发心啊，然后就是金刚萨埵的修法啊，这一系列的修法都叫做这个内家心，那为什么叫内家心呢？啊，因为这个是这个内和外的差别是什么呢？在这个地方啊。内和外的差别就是共通的啊，就叫做这个大乘和小乘啊，共通的这个修法叫做外。所以我们在这个之前讲的像人生难得的修法啊，还有无常的修法，这些呢大乘佛教也在讲，小乘佛教也在讲，所以就是共通的修法啊，这个共通的修法叫做外家行。然后从这个皈依开始啊，叫做内家心啊。内的意思呢，就是大乘佛法的这个不共通的啊，不共通的这个修法，所以叫做这个内家心。从这个阿底峡尊者啊，还有从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光论啊，还有三诸要道，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啊。有这个所有的这个修心人啊，学佛的人，心善的人，就分这个三种不同的层次的人啊，上师道、中师道、下师道这样子。那下师道呢，还不是寻求解脱啊，下师道他追求的是就是啊这个下一世的这个人生啊，或者是这个人天的福报。这样子，那众师道啊，众师道就是这个修小乘佛法啊，追求阿罗汉的这个果报，那追求阿罗汉的果位啊，这叫做这个众师道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外家心呢，是这个众师道啊，跟众师道和一气共通的这个修法，然后。从皈依开始啊，皈依发心这些修法呢，这个是上师道啊，上师道就是大乘佛法，上师道的修法，也就是说大乘佛法的这个不共通的这个修法啊，大乘佛教不共通的修法，所以叫做内家行啊，然后内外密啊，密是什么呢？密就是。以后我们修这个，像比如说修大圆满的话，那修大圆满的真心的这个修法啊，真心的修法，在这个之前呢啊，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家心的部分啊。我们虽然是这个外家心、内家心都修完了，但是呢啊，修大圆满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啊，这个大圆满的这个真心的修法之前呢，还有一个这个比较特殊的这个潜心的这个修法，这个修法当中呢，就包括了这个禅定的修法啊，寂止的修法，我们曾经也简单的讲过，那就是包括这个禅定的修法，还有包括这个现宗的中观的这种观察的这种观察抉择空性的这个修法啊，都包括就都包含在这个。密的这个家心当中，内外密就是这个层次啊，就越高，那这个内外密，那这个内外密密的家心啊，有一部分，但是这个内外密的密的家心呢，
就跟这个啊，跟这个大圆满的正心的这个修法一起修的，一起修。这三个修法啊，修完了以后，然后就是可以修啊大圆满的正心的修法。那、希望大家能够啊有机会修大圆满的正心的修法。因为这个我们这一生啊，这得到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人生，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们这次有这样子的机会，才是真正的这个福报啊！我们认为，就我们普通人就认为，就比如说谁做了这个大官啊，我们认为这个人有福报啊；谁发财了，那我们觉得这个人有福报啊；谁有名声了，然后就是觉得这个福报。其实这些呢，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这个福报啊。真正的这个福报是什么呢？真正的福报就是有机会这个学佛啊，而且就是这个学大乘佛法啊，学大乘佛法，尤其是像这个大圆满这样子的这个非常神的这个很快的这个快速的这个法啊，有机会学一有机会修啊。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福报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全世界的这个人当中啊，能够修这样子的法的人呢，是的确是非常非常少的。那我们前几天讲过了，这个学佛的人都很少啊。那学佛人当中呢，真正的修心的人啊，追求解脱的人更少啊。那虽然是在追求这个解脱啊，大家都为了解脱啊，修法文思修，但是呢，能够这个有机会修啊，像大圆满呢，像大手印呢、中观呢，这样子很深的这些法门呢，的确是很少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啊，有这样子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发财，当然普通的人啊，凡夫，我们都是凡夫，当然希望这个发财，但是呢，发财不是我们不是曾经没有发过财啊，就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在这个生命轮回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做过高官啊，做过有名声的人，就有钱的人都做过，但是呢，就这一切啊，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这个好的方面。今天呢，这些都是就成为一个我们的负担，因为这个时候呢，造了这个很多的业。除了这以外呢，就是没有什么啊，那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啊，有机会这个学佛，这是我们以后的这个整个的生命的轮回当中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段时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这次要懂得珍惜啊，要好好修心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修心呢？怎么样修？就是要打坐，打坐以打坐为主。平时我们走路的时候坐车的时候也可以修，也可以念啊。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是一个非常散乱的这个状态啊，在这样子的这个散乱的这个状态当中修不出什么真正的这个结果，不会有什么很大的成就。所以这个实践的长短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践而定啊。但是呢，每天至少1个小时左右的这个实践当中呢，不要去想任何这个工作上的事情啊、家庭的事情，全部放下啊。在1个小时当中呢，这些事情全部放下来啊，放下来，认认真真的这个修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其余的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23个小时啊，这就可以做其他的这个家庭的事情啊、公司的事情啊、工作上的事情啊，都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啊。在这个1个小时当中呢，至少最低1个小时啊，静下来，好好修一修。在这个时候呢，在这1个小时当中呢，就我们前几天讲的这个排除五起，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的所有的这些杂念呢，就是断掉，不要带到这个修心的这个大作的这个当中，就是要断掉啊。
然后呢，就在这个修心的过程、大作的过程当中呢，啊，就不要去思维这些啊，都放在门外，啊，然后呢，不要带进来啊，然后在大作的时候呢，啊，就认真的去思考一下这些解脱方面的这些思维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这个修心呢，从皈依开始啊，从皈依开始，我们先修皈依啊，按理来说先修皈依，然后再守皈依戒啊。但是呢，我们守皈依先这个修皈依的同时，也可以啊守这个守皈依戒。菩提心也是，菩萨戒也是一样的。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呢，也讲了很多次了。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做法啊，都是一些这个心识啊，都是一些表面化，比如说。啊，我们受这个居士受这个，比如说三坛大戒啊，我们在这个汉地的寺院当中啊，受出家人受这个三坛大戒，那三坛大戒当中的这个其中一个戒是什么呢？就是菩萨戒，受菩萨戒，但是在这个受三坛大戒这个受比丘戒的同时，就受这个啊居士这个。菩萨戒，这能不能得到这个菩萨戒呢？这个绝大多数的人都得不到菩萨戒，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修菩提心，没有修菩提心，根本就没有这个菩提心了啊。那没有菩提心的话，就不可能有菩萨戒啊。菩萨的戒、菩萨的定、菩萨的慧啊，戒定慧都建立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没有菩提心，就不会有这个菩萨的戒定慧，什么都不会有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心识、很表面的这个表面化，但是它是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完全没有意义啊。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虽然是没有升起这个真正的菩提心，也没有这个菩萨戒，但是呢，在心里也就是也播下了一个这个啊这个种子。啊，这菩提心的种子啊，这也是，啊，也有这个善根啊，也是有善根的，也有勇的啊。但是呢，啊，只是一个善根而已，只是一种这播下了一个种子而已。实际的修行当中呢，这个不起作用的，因为还没有这个菩提心啊。所以先修菩提心，然后就是受菩萨戒。啊，这样子，这个皈依也是这样子啊。皈依先修皈依，然后再守这个皈依戒。但是呢，啊，皈依戒就有一点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因为我们学佛的人呢，啊，出离心呐、菩提心这些，有可能我们学了佛，进入佛门以后，然后再去这个去培养啊。但是皈依这一点呢，就一进入这个佛门的时候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这个意思啊。有意思，我从今以后呢，我要这个学佛法了啊，依止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依靠这个学佛的僧众啊，这个大家都有这样子的发心，所以啊，我们没有修这个皈依之前呢，也可以守这个啊，守这个皈依戒，那今天是我们讲这个皈依戒的这个修法啊，这是整个修法当中呢，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修法。这皈依戒，如果啊皈依戒啊不存在的话，那就后面的所有的戒啊都得不到，因为这个皈依戒是所有这个戒律的这个所有戒律的这个基础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然后学学佛和不学，或者是佛教徒和非佛教徒的这个界限，也就是皈依啊，皈依了以后呢，才成为。真实的成为了这个佛教徒啊，还没有皈依之前呢，啊，就不叫这个佛教徒了。这个时候呢，虽然是对佛有信心啊，也在这个心善积德修行，有闻思修都有，但是呢，没有皈依佛门的话，这个时候还不是真实的这个佛教徒。所以这个皈依是啊非常重要的，这个皈依呢，一定要大家认真的修。我们这一次啊，这一次呢，我准备这个五个内家行当中呢，就讲两个修法，一个就是皈依的修法，然后呢，明天就是发菩提心的这个修法啊，就讲两个。
然后呢，其他的啊，金刚萨埵的修法这些我们暂时不讲啊，你们这个在可能有些人还没有得这个观定啊，上次我们看了有些人还没有观定，那还没有观过定的人啊，在这个这段时间当中啊去观定啊，然后有些人就是虽然是观了定啊，但是呢观定的当时还不动啊，怎么样去观定，可能有可能没有得到这个观定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也要就重新去这个受观定啊，这个前几天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观定怎么样观定啊，怎么样去这个观相啊，这些都已经讲过了，你们就按照我们前几天讲的这个方法去重新啊这个受一次这个观定，这样子以后呢就从此以后就可以修这个菩萨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啊，还有就是这个上士瑜伽的这个修法，这都可以修了啊，然后呢就可以修很其他的这个密法里面的其他的修法，像升起次第啊、圆满次第都可以修，但是唯一的一个我们没有得到一个标准的这个观定的话，那是没有办法修了，所以我们就不确定大家有没有这个标准的观定，所以这个这次就讲这个内加行当中的两个修法两个修法，那然后呢就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大家就也在修就跟着硕大吉堪布的这个课很多人也在修这个外加行那外加行人人真正的修一遍然后这个修完了以后呢就这个这个皈依还有呢就这个菩提心这两个在这段时间当中大家修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去这个观定这样子以后呢以后下一次这个我们也可以去可以讲这个这个其他的修法然后呢硕大吉堪布也在讲这个大圆满的前行在这个前行当中也有这个后面的这些金刚萨埵呀这些修法，而且这个讲的就更详细但是呢这也一定要有皈依这个观定的没有观定的话这个时候你们都没有办法听了所以需要观定但是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前几天讲过这个观定呢不能随便观这个条件自身的条件然后呢就是这个观定的人也就是这个金刚上士他的这个标准所有的这个标准都具备，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才可能这个可以这个受观定所以这个观定这个上面呢一定要大家高度重视观定是需要的，一定要观但是呢不能随便观这个很重要这个请大家记住然后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今天的课是这个皈依皈依的时候首先我们这个皈依什么呢，在这个地方一般在宪宗当中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这三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呢在密法里面呢还有就有多了几个意思上师奔尊还有就是这个空行这三个上师是什么，就是莲花生大师然后呢这个奔尊是什么呢，奔尊就是像文殊菩萨呀观世音菩萨呀这些都有可能，自己我比如说我们把文殊菩萨当作这个本尊来修那文殊菩萨是我们的本尊了如果我们把这个观世音菩萨四臂观音呢前手观音呢就观世音菩萨当作我们的这个本尊来修的话，那这个就叫做这个本尊上师本尊还有这个空心空心母，空心母就是不仅是 不一定是一个女性的这个菩萨，空心的意思是什么呢，空就是正悟空心发皆光明叫做空行是什么呢这个行就是正悟这个正悟这个空心所以正悟空心叫做空就是这个
空空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如来藏光明啊，我们的心的本心如来藏光明啊，然后行就是证悟这个空性的意思啊，这样子的这个佛呀菩萨呀都叫做空性啊，都叫做空性，但是呢一般这个空性空性目在密法里面呢啊，就是多数的是指的是女性的证悟空性的这些这个菩萨啊，空这个这三个也是我们皈依的这个皈依处啊，然后还有呢啊，七埋命殿啊也是皈依处啊，七埋命殿为什么是皈依处呢？在我们看来啊，七埋命殿是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这个结构，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嗯，但是呢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这个说不通的啊。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啊，怎么皈依我们自己的身体呢？但是啊，密法里面讲的这个一切啊，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现象啊，它实际上它的本质上啊都是清净的啊，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不清净的一面，因为是我们自己的这种业力的现象啊，就我们看到是不清净的现象，实际上呢啊这是清净的，所以。气埋啊明殿这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分别就是佛啊这个法神啊，或者是佛的这个法身啊，佛的这个报身，佛的化身这样子的，这种说法呢啊，这个清净的现象啊叫做这个佛法身，这种说法显宗当中也有，就像宝行论啊当中也就讲啊这个。这个三宝，这个是一个特殊的三宝，也叫做圣义地的三宝，最终最究竟的三宝。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圆满里面呢，啊，慈心、本体、双云啊，这三个也叫做这三个也叫做这个佛法身啊，这个佛法身或者是这个法身、报身、化身，本体啊，慈心、本体这些是什么呢？啊，这个就是。如来藏光明的空心啊，如来藏光明的这个如来藏的光明啊，然后他们呢这个空心和光明，我们用语言来表达的时候是分开讲，但是呢实际上这是一为一体的啊，这个一为一体的部分，这三个叫做这个法身、报身、化身。这个六祖坛经当中呢也有这样子的啊，六祖坛经当中有一句话，就是说啊，自心具三身啊，自心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性啊，具就是具备啊，三身就是佛啊，这个法、宝、化就这三身啊，自身具三啊，这个自心是心的本性啊，心的本性怎么样这个具啊三身呢啊，这个时候的这个化身呢？不是指的是释迦牟尼佛这样子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佛啊，这个时候的报身呢也不是像阿弥陀佛这样子有心装有颜色的这个佛，都不是啊，这个时候的化身，这个时候的报身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啊，如来藏光明的空心的部分叫做化身啊，然后它的光明的部分叫做这个报身啊，然后空心和这个光明一为一体的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叫做这个化身啊，这三个部分呢我们虽然是用部分这个语言来形容，但是呢没有这么多的部分，实际上都是一为一体的啊，这个心的本心呢，实际上我们的心的本心当中啊，永远都是存在的，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从来没有离开过啊，我们的心永远都是这样子，所以啊，这个佛啊，这个佛的这个化身、报身啊，还有这个法身，实际上呢啊，他们都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我们不能到外面去寻求啊佛法身啊。真正的这个佛法身是什么呢？最究竟的佛法身啊，佛法身或者是佛的这个法身、报身啊，这个化身，这三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性啊，这叫做这个究竟的这个三宝啊。那这个皈依怎么样皈依呢？证悟了这个
叫做皈依啊，证悟了这个新的本性叫做皈依，但是这个皈依叫做生依地的皈依啊，生依地的皈依，皈依也要分生依地和世俗地啊。菩提心不是有生依地的菩提心和世俗地的菩提心吗？那一样的，证悟了这个以后呢，这叫做，这个生依地的啊，生依地的这个菩提心啊，这几个生依地的这个皈依啊。那这几个呢，我为什么要讲呢？因为我们那个念诵的时候啊，这个念诵的这个皈依的偈子里面呢，啊，有一个这个七脉明颠啊，提到了这个七脉明颠，还有这个上师空心啊，本尊啊，这个句子里面都有，所以我们简单的这个啊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是空这个上师啊，空心。还有本尊啊，为什么这个七脉明颠，尤其是七脉明颠，为什么是我们的皈依处呢？我们怎么样皈依七脉明颠呢？啊，还有这些都是有些问题啊，所以有些人可能有这方面的这个疑问啊，所以我们不是这个皈依我们现在的不清净的七脉明颠啊，七脉明颠的本质，我们皈依七脉明颠的本质，什么叫做皈依呢？就我们修心呢，修成了以后呢，就是这个这个七脉明颠的本心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证悟了以后呢，这个七脉明颠跟我们证悟就是变成了一无二无别啊，融入一体啊。这个时候就叫做这个皈依啊，这就是究竟的这个生义地的皈依啊，这样子。但是我们啊。目前在这个无家心当中，这个修的呢，主要是这个世俗地的世俗地的这个皈依啊。首先是世俗地的皈依是最重要了啊，然后呢，生依地的皈依呢，就这个世俗地的皈依修好了以后，证悟空性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有了啊。这个时候，证悟空性这一个问题上啊，就已经有了这个这个生依地的皈依。然后就有生依地的这个菩提心啊，生依菩提心，生依皈依啊，都在这个上面具备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啊，心里就是知道这个啊，这个道理啊就可以了啊。暂时我们修的是主要是修这个生依地的世俗地的这个皈依。那世俗地的皈依。是佛法僧啊，这三个叫做这个这个世俗地的这个皈依处啊，皈依处。今天我们皈依谁啊？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为什么要皈依这三个呢？啊，这个是这个因为啊，这个我们学佛的时候啊，就是需要这三个条件。我比如说学佛我们从可以两方面这个理解。那一个是学佛是什么呢？学佛就是追求智慧啊，追求智慧。学佛就是我们去追求那至高无上的这个智慧啊，我们人类或者是这个生命全生命的这个智慧啊，就是通过佛法的这种方法去训练啊，这叫做修心啊，训练到了这个极点的时候啊，巅峰的时候啊，这叫做成佛啊，这叫做成佛了。从这个角度讲啊，我们皈依的时候呢，需要这三个，只需要佛法僧啊，我们需要依靠佛法僧啊。为什么需要依靠佛法僧呢？比如说一个这个学生啊，在学校里面这个读书学习的时候呢，他需要这个三个条件啊。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需要一个很好的老师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所学的这个课程啊。第三个就是他的同学啊，以及其他人的这个帮助啊。只要有这三个条件，就可以学东西。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学佛的时候就需要这三个条件。第一个，我们需要很好的老师啊，没有老师我们没有办法学佛啊。老师是谁？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佛陀是我们的老师啊，这是第一啊。第二啊，虽然有佛啊，但是呢，我们学不到东西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学的话呢，那就是
我们原来这个讲人生难得的时候一样，虽然佛出世了啊，但是呢佛没有转法轮的话，那就是我们学不到东西了。嗯，所以我们呢就需要这个课程，这个课程就是这个这个佛学佛啊所学的法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依靠这个法。嗯，然后第三是僧众啊，僧众是从大乘佛教的这个角度来说，像文殊菩萨还有观世音菩萨等啊，证悟了一地以上的这个菩萨啊，哪怕是一个人也叫做僧众啊。然后从现这个从小乘佛教的角度讲啊，四个以上的这个出家人的团体叫做僧众僧团啊，这样子。那我们的这个皈依经上面呢，这两个都有了啊，大乘的皈依这个僧众，小乘的僧众都有。嗯，那僧众是就像同学一样啊，我们学佛的时候呢需要依靠僧众啊，如果没有僧众我们没有办法学佛了啊。释迦牟尼佛啊，虽然是初始转法轮，但是呢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见到啊，佛远寂了，我们见不到啊。佛虽然是留下了这个大量的这个佛经啊，但是这个佛经我们自己去看看不懂。嗯啊，所以需要有这个僧众的帮助啊，有僧众的帮助才能够学到这个法，学到这个佛法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依止这个僧众啊，依止僧众，这三个都是很可观的啊，就需要这个需要老实啊，需要这个所学的这个课程啊，需要这个同学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学佛啊，所以我们需要有佛法僧啊，这个原因啊。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啊，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学佛是什么呢？学佛就是断除所有的这个烦恼啊，断除所有的痛苦，自己的痛苦还有一切众生的痛苦啊，这就是这个，这叫做这个过程叫做这个学佛啊。那这个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说也需要三个条件，比如说一个病人在医院治病，他需要三个条件啊。第一个需要有很好的医生啊，然后第二个呢需要有这个药物啊，第三个就是这个给他持药打针的这个护士的帮助啊。只要有这三个就可以这个治病啊。那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断除生老病死的这个痛苦呢，需要有医生啊。医生是谁？释迦牟尼佛，佛陀是我们的主治医生啊。然后呢佛法就是这个药物，给我们治我们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病的药物就是佛法，用佛法来治病。嗯，然后僧众呢就像护士一样啊，我们也需要这个僧众的帮助，有僧众才能够学佛，才能够断除这个痛苦，所以也要皈依这个僧众啊，这样子的原因啊。今天我们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就是三宝啊，又不是死，又不是这个儿，为什么是三宝呢？就是以这样子的原因，我们学习的时候呢就需要这三个条件啊，我们断除烦恼的时候呢也需要这三个条件，所以叫做这个三宝，所以我们要皈依这个三宝啊，这样子的。这叫做这个皈依除。那我们这个很多居士呢就有一个我们居士当中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比如说我给你们受这个皈依戒的时候呢，你们都认为是皈依我了啊。其实这个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受皈依戒的话，这个并不是皈依一个人啊。比如说我给你们受皈依戒的话，我只是在中间帮你们受这个皈依戒而已啊，中间人一样，实际上不是皈依我，皈依三宝，皈依佛法僧啊，这样子的。这个我们就是有一个这个错误的理解。这个叫做这个皈依除呢，就是佛法僧啊，这三个就是这个皈依除。然后第二个真正的这个皈依我们修的时候，那这三个呢我们在这个皈依经上面皈依经上，好，这个中间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在这里是一个这个双生相啊，是一个双生相。
这个双生相呢，在慧灯之光里面呢，就讲得很清楚了，它没有别的意思啊。双生相，空心母，这女性本来这个佛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当中啊，也讲了啊，就是空心是佛母啊，空心叫做佛母，在这个般若十万颂啊。啊，《般若经》当中经常讲啊，空心叫做这个佛母啊。为什么叫做佛母呢？因为我们证悟了空心，然后我们就是就可以变成这个菩萨啊，可以变成这个佛啊，变成佛啊。所以空心啊，就是我们的养母一样啊。所以这个只要有空心，证悟空心，才能够啊成长啊，才能够这个成佛。所以。在这个般若经当中啊，也经常讲那、啊、那在这个当中呢，双生啊，这个是也是这个意思，是空心的意思啊。那空心的意思为什么要画这样子呢？啊，这是在末法时期啊，末法时期众生的这个贪嗔痴慢等这个烦恼都是很这个很啊，都是很粗大的。在这个当中呢，尤其是贪心啊。贪心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看得出来的啊，魔法时代就是这样子。在这个时候呢，为了度化一些这样子的众生啊，就佛啊这个就显现出啊这样子的这个双生的相啊，双生的相，这个并不是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这个密法里面的这些佛像看起来啊很神秘，但是呢实际上呢它这个里面呢充满了智慧啊，充满了慈悲，它这个里面没有暴力，没有色情啊。上次我们也讲过了，这个具体的我们可以看这个慧灯之光啊，慧灯之光里面呢这些的这个它象征什么，每一个的这个它象征的这些内容啊，讲的比较清楚的啊，这样子啊，观想这个双生相啊。然后有些人也许这个观想双生相啊，也许有点不习惯。如果不习惯的话，那我们可以观想一个莲花生大师的单身相啊，单身相，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啊。双生相、单身相啊，都可以。但是，如果没有什么不适应，那就观想这个双生的相。我们要知道莲花生大师他是啊。这个光明代表象征光明啊，一系错假佛母就是象征啊，象征什么？象征这个空心。我们前几天不是讲过吗？啊，这个佛第二转法论的这个空心啊，然后呢第三转法论的这个智慧啊，在密宗里面呢就结合起来以后呢，这个叫做即到过当中的这个即啊，这个叫做即。那这个。二转法轮的空心跟这个三转法轮的光明结合啊，这个是用啊这样子莲花生大师还有佛母啊，用这样子来这个相证啊，相证这个光明和相证这个空心啊，这样子的啊，这是莲花生大师。然后我们观相的时候，这个前面啊。就观想这个善恶、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佛啊，善施佛啊，对这个地方呢，这个本身我们要观想，首先是从这个地方讲啊，这是一个这个莲花啊。首先观想的时候，那、首先观想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周围啊，所有的观想很清净的世界，就像极乐世界一样，观想为像极乐世界一样。不要观想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这么啊这个不清净的，就观想为极乐世界啊一样的很清净的世界。这个为什么为什么要观想这样子的这个世界呢？啊，前几天我们提问题的时候呢，有一个居士也就提到这个问题。八地菩萨的时候呢，一切都是这个变得清净的啊。那这种修法呢，现在我们刚刚学佛的时候呢，有没有这种这个修法呢？有一个就是问到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这个修法呢，就我们现在观想的时候呢，把这个世界都观想为清净的，像极乐世界这样子清净的世界，其实这个也就是其中一个修法，这样子修心这样子观想就可以快速的这个世界
这个显现出清净的实践啊，这个是这是其中一个，这也是比较接近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啊，可以这么说啊。我们把周边一切都观想为清净的这个刹土，清净的像极乐世界一样的佛的刹土，然后呢，在这个中间就观想一个一只鼠啊，这个鼠有这个五个鼠指啊，这前后左右五个鼠指，然后在这个鼠指上面呢，再观想啊这个皈依经啊。这皈依经的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莲花生大师是代表上师啊，我们观想的时候啊，本体呢观想为这个上师法王如意宝啊，然后这个形象也叫做这个相貌啊，就观想为这莲花生大师这样子的啊。平时我们修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呢，我们啊观想啊上师的时候呢，上师观想为这个佛菩萨的形象，也可以这样子啊，或者是直接观想上师啊，也可以这样子的，这个都可以。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观想这个外表，就是观想为莲花生大师，然后这个本体呢观想为这个金刚上师啊。在密宗里面呢，经常讲到这个所有的这个本尊观想的时候，它的本体是观想金刚上啊，金刚上师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呢对我们的这个成就有帮助的。因为这个在这一生当中无论是我们的金刚上师是佛也好，是菩萨也好，是一个普通人也好怎么样也好，这一次我们现在所修的这个法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我们的金刚上师法王如意宝，从这里我们得到了这个法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观想这个法王如意宝那法王如意宝它本身也就是佛，那我们跟这个金刚法王这个莲花生大师观想一体那如果是不是如果是除了这个法王如意宝以外其他的这个上师如果是其他的上师，其他观想我们观想其他上师，如果这个上师他不是佛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说就这个就他完成了这个佛的工作佛的工作。这个怎么理解呢？我们经常讲这个密法里面呢，经常讲这个就金刚上师就当作佛就上师看作佛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并不是说所有的上师都是佛上师当中呢也有佛的化身也有菩萨的化身，也有普通人也不是佛，也不是这个一地菩萨，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人也这都有但是呢，对我们来说佛就完成了这个上师给我们完成了佛的这个工作佛的工作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了释迦牟尼佛真佛那佛怎样会这个度化我们呢佛不会实现神通来度化我们佛也不会就是用其他的手段来度化我们，佛给我们这个讲经说法，让我们明白这个修法，然后这样子就是让我们解脱那这种工作呢就是我们的上师给我们完成了。所以从这个恩德的角度来说，就是给我们完成了一个佛的这个事业，所以我们把上师当作佛实际上也许是佛，也许不是佛，这个就没问题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平时修任何一个这个本尊的时候呢都要本体就是要观想自己的上师这样子呢成就会快一些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观想的时候，这个本体观想这个法王如意宝，然后呢外表就观想这个莲花生大师这样子。这是这个第一，然后呢这个前面的这数字这个数字上，对，这个数字上这是佛这是这个三十佛，这三尊佛呢代表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三尊三尊佛，也就是代表十方三世的这个所有的佛，我们观想在
这前面的这个树枝上啊，这个是三宝当中的佛宝，这是第一啊。然后呢，在上面啊，在上面这个啊，笑一点啊，这个左啊，这个左边的这个树枝，还有右边的这个树枝上面的啊，就是僧众啊，僧众这边呢，右边的这个是八大菩萨啊。八大菩萨就是代表所有的这个大乘这个僧众啊，这边，然后呢啊，这个左边的这个是以佛的这个八大弟子啊，这个小乘佛教里面呢讲了像目犍连、舍利子等八大这个成就者阿罗汉啊，就是代他们就代表小乘佛教的这个所有的僧众啊，那这个左边和右边的树枝上的这个僧众是大乘佛教的僧众和小乘佛教的这个僧众啊，那这样子呢，左右就是僧众了。然后在后面啊，后面的这个树枝上啊，就是放的是这个佛经啊，这些都是佛经啊，佛经是大圆满的这个经书啊，大圆满的经书，这就是啊这个发啊。佛法僧这样子呢，这个皈依经上面呢已经啊已经有了这个上师啊，然后呢佛啊，然后就是僧众啊，最后就是这个法，佛法僧上师啊，都在这个上面已经都具备了啊。然后在这个前面的这些是护法僧啊，这个里面的护法僧很多，但是呢这个是代表啊，这个所有的这个护法僧，在这个时候呢，护法僧，我们要知道护法僧有两种护法僧啊，一个护法僧呢，他跟佛菩萨是一回事啊，只不过就是外表不一样而已，实际上就是证悟空性的这个菩萨，或者是这个佛菩萨的化身啊，这样子的这个护法僧啊，有些护法僧呢，他本身就是一种归圣，一种世间的普通的归圣，但是呢。莲花生大师进藏的时候呢，莲花生大师降服了这些鬼神，然后呢给他们灌顶，他们在莲花生大师昨天法时将来就是保护这个佛法啊，这样子以后呢，他们虽然没有证悟，虽然没有证悟，但是他是佛教的一个保护者，那、也有这样子，但是在这个我们在皈依经当中的呢，就是这个皈依经上面的这些护法呢，都是佛菩萨的化身啊，实际上就是佛菩萨的化身。世间的这些护法呢，我们不会皈依的啊。世间的护法可以念可以供啊，但是呢不皈依啊。世间的护法啊，世间的护法啊，这些是护法啊，前面这些是护法，然后在这个上面啊，这上面呢是。大圆满的传承的上师，左边右边都是大圆满的传承的上师啊，上面是大圆满的传承的上师啊，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啊，这是这个最下面是最下面均眉林巴啊，然后呢均眉林巴是这个谢大圆满的前心普贤上师演教的叫做花智仁波切啊，然后花智仁波切的这个上师是。这个均眉林巴的弟子啊，那均眉林巴跟这个花智仁波切这个中间呢啊，就只有一个人啊，只有一个人，中间就只有一个人啊，然后这个就是无垢光尊者，那无垢光尊者，那无垢光尊者跟这个均眉林巴中间呢有一两百年的这个距离，但是呢。均眉林巴啊，在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见到了无垢光尊者啊，给他传过法这样子的。无垢光尊者，在这个上面是一悉撮迦啊，一悉撮迦空心母啊，然后是莲花生大师啊，这两边的呢，全都是这个这个当时啊，大圆满传到西藏的时候呢，就是。印度的这些真正的这种成就者，大圆满修的成就，其实都是这个佛，他们的身份在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普通人我们看，在我们普通人的眼里啊，他们
是他们的身份是上师呀，或者是菩萨，但是呢，其实都是这个佛的化身啊。然后莲花生大师啊，然后这个是这上面三个啊，这个这是这个法身啊，普贤王如来法身，然后这个就是宝神，就是这个金刚萨埵啊，宝神金刚萨埵。这个叫做 Garbhadurji， 这就是这个化身啊。这三个是大圆满里面的佛法啊，这个佛包华这三个，然后这些都是这个跟释迦牟尼佛啊一为一体啊，就是这样子。这上面的这些呢啊，叫做这个大圆满的传承的这个上士啊。如果我们把这个传承的上士要观相的要清楚一点的话呢？这个有一个他的这个每一个上师的这个唐卡啊，也有啊，这个每一个传承上师的唐卡有单独的唐卡，可以看这个唐卡，这个文件里面有啊，你们可以打开一下这个电脑在哪里呢？对，这个尼玛巴的祖师一二三师，不是，这个文件里面有这啊。没有吗？我刚才给你们的那个里面有，没关系。这个有那个，但是我们观想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传承的上师比较多啊，观想不清楚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啊，这个传承上师从普贤王如来啊，到我们的这个法王如意宝之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大圆满的这个传承的上师啊。就在莲花生大师头顶的上空啊，住在莲花生大师头顶的上空，心里这样子想啊，心里这样子想就可以了。如果观想的清楚，那观想清楚那就是非常好；如果观想不清楚的话，那就这样子观想啊，心里这样子想也可以啊。然后这个整个观想的方法呢，我们首先用这样子的汤卡啊放在前面。所有的观想都是这样子啊，这个首先把这个皈依经皈依经放在前面啊，皈依经要有两个标准，第一个这个画唐卡画的标准一点的啊，庄严一点的，然后呢要经过开光啊，就是要需要这两个条件，然后皈依经啊我们先放在前面啊，皈依经放在前面，然后呢在皈依经的这个前面呢供品啊，这个玄华水香等这个供五供，但是这个五供呢可以供简单一点就可以了，供五供，然后我们坐在这个皈依经的前面啊，坐在皈依经的前面，然后呢就我们昨天讲过了，这个身体的姿势坐毗卢伽法啊，然后两只眼睛啊就看啊，就不眨眼啊，不眨眼看着这个唐卡啊。有些时候我们首先第一次看的时候呢，先看这个唐卡的整体啊，先看张卡，不要专注某一个地方，就看这个唐卡的整体，然后这个比较清楚的时候呢，然后就看啊，就比如说看莲花生大师的脸部啊，然后就是这个右手、左手、右腿、左腿，然后身上的衣服啊等等，每一个都要去这个看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会观想的很清楚。很多的居士都在说啊，我们观想的时候观想不清楚啊，绝大多数人都在说，大家都很苦恼啊，因为观想不清楚。观想不清楚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通过这种方法啊，没有通过这种方法，这样子观想是肯定是观想不清楚的。所以观想一定要按照它的方法去观想，这样子一定会观想得很清楚啊。那方法是什么呢？简单的讲就是刚才这种方法啊，看唐卡，时间久了以后呢，然后就我们闭着眼睛啊，看能不能这个先显得出来啊，能不能在眼前能不能先出来啊，如果还是比较模糊的话，然后又睁开眼睛又看啊，然后最后呢闭着眼睛或者是没有这个唐卡的时候，心里就观想就先显出来啊，自然而然就在眼前显出来，而且很清楚啊，这个时候呢就不需要再看这个唐卡了啊，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个我们眼前这个显现出来的这个归金啊，就当作真实的这个啊佛菩萨、三宝、莲花上大士啊等等，嗯，这样子，这个修这个啊修这个归金啊，这个我们以后修任何一个法，任何一个要观相的都要这样子啊，都要这样子，这样子观相，观相的会清楚。但是这个一天两天呢，可能是啊不行的，可能要这个花一点时间啊才可以，嗯，但是这个。需要花时间，这个没关系的，因为修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积累资粮的方法啊。这个仙宗里面呢也就说了，这个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方法。比如说仙宗里面呢，修机智的时候啊，修禅定的时候，有一种方法是看佛像啊，看释迦牟尼佛的佛像，然后呢眼睛就看佛像啊，然后心里什么也不像啊，一直都看，这样子以后呢，他这个心就慢慢的这个定啊，这个平静下来了，能够修出这个禅定是一种方法啊。那这个方法当中讲了啊，这个方法当中在仙宗的经典当中都讲，这样子观相啊，这样子观相是一个这个很有啊很有这个功德啊，很有善根的一个这个方法啊，这个善根呢，这个功德很大啊，可以积累很大的这个资量啊，清净很多的这个罪业啊。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这里修归境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这个上面呢有佛、有菩萨、有莲花生大师啊，这都有了，这观相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功德的，所以花一点时间啊，这个是值得的啊。这样子观相，在观想的时候呢啊，两只眼睛啊，这个就定在这个这个某一个地方啊，然后呢心力就是不要去这个思维啊，我们不能去想这个佛像画的怎么样啊，如法不如法呀，不要去想这些事，心里不能有这个任何杂念啊，心平静下来啊。这样子以后呢啊，两只眼睛，然后就是我们的意识，这三个啊就专注在这个唐卡上面啊，首先是唐卡的整体啊，然后就是唐卡的某一部分啊，最后我们是这个能不能是这个显现出来啊，闭着眼睛的时候呢，比如说啊面部比较模糊，其他的这个地方呢都是比较清晰的话，那就看这个脸部啊，是要莲花生大师的面部啊，或者是眼睛左眼右眼有一个地方就是比较模糊啊，其他地方呢啊比较这个清晰的话，那就看这个眼睛啊，专看这样子啊，这个就是方法，这样子观相的话一定能够这个观相的清楚的，这是肯定的啊，要这样子观相，首先观相的时候这样子观相，因为这个皈依经呢，我们在皈依的时候也要观相，还有发心的时候也要，发菩提心的时候也要观相，所以在这个是，然后呢以后我们修上士瑜伽的时候呢也要这样子观相，然后供曼叉罗的时候呢也要观相这个，所以这个皈依经呢在整个这个内家性的这个修法当中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要花一点时间，这个没关系的，就是要观相的清楚啊，观相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这个观相清楚，第二个呢我们也知要知，同时也要知道这个佛菩萨也是啊如幻如梦的这种现象啊，就是也是为了度化众生啊，从这个法界啊光明当中这个显现出来的一种现象而已，实际上这个也不是真实的，也不是真实的，这也就是如幻如梦的，嗯，要知道这个，嗯，然后这是这个观相的方法啊，观相的方法，以后我们修金刚萨埵的时候呢也要这样子观相啊，所有的观相方法都是这样子的啊，这是第一，嗯，然后第二啊，还有呢我们要观相自己啊，自己就坐在这个啊这个莲花生大师的皈依经的前面啊，然后呢我们自己的右边是现世的这个父亲啊，左边现世的母亲啊，
然后呢，千面就是这个现实啊，这个如果有什么仇人啊，对自己不好的人啊，那他就观想在这个千面啊，然后周围啊，我们的周围就观想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的所有的这个众生啊，就像很多人去看一个表演一样啊，所有人都就坐在这个莲花生大师这个皈依经的前面啊，所有人都这个面向啊，面朝这个皈依经，然后皈依经我们观想的时候呢啊，面朝我们自己啊，面朝我们自己观这样子观想，这是观想的部分了啊，然后就是思维啊，思维真正的这个皈依的时候啊，什么叫做真正的皈依呢啊，皈依是什么？皈依啊，不是这个我们念诵这个皈依的偈子啊，这个不叫皈依啊，皈依的时候也可以磕头，但是呢这个磕头也不是皈依，那真正的皈依是什么？真正的皈依是我们从发自内心的啊，从这个从骨子里面啊，我们下决心啊，我从现在起生生死死释迦牟尼佛啊，或者是莲花生大师啊，释迦牟尼佛作为我的这个唯一的道士啊，道士就是引导我们的上师，叫做道士啊，佛陀才是我作为我佛陀就是我的唯一的道士啊，除了佛以外，就像这个上帝造物主啊，还有就是我们世间的人这个所崇拜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鬼神啊，这些就不做我们的这个皈依啊，皈依处啊，不做我的道士，这样子这个发誓啊，这个决心啊，叫做这个皈依佛啊，皈依佛，真正的皈依佛就是这个决心啊，这叫做皈依佛啊。然后第二啊，皈依法，皈依法的时候呢，我们同时也要啊，这个发誓，我从现在起啊，生生死死，只修释迦牟尼佛的法啊，只修释迦牟尼佛的法，不修邪门外道的法，这样子发誓，这个啊决心啊，就叫做这个皈依法，这个决心就是皈依法，然后第三皈依僧众的时候啊，同样的啊，我们发誓，我从现在起啊，生生死死，学释迦牟尼佛法的这个大乘的僧众、小乘的僧众啊，作为我的唯一的这个道友啊，作为我的唯一的道友，除了学佛的僧众以外啊，修邪门外道的这个人呢啊，不做我的导游啊，这样子下决心，这个决心就是啊，这个决心就是这个叫做这个皈依僧啊，这三个这个三种不同的决心叫做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如果内心当中没有这样子的决心啊，那我们虽然磕头了、念了这个皈依偈，但是呢，实际上是没有皈依的，实际上没有皈依啊。这是啊，这个皈依的真正的皈依就是这个，这叫做皈依。然后还用我们在这个上面讲啊，加一个密法的皈依，就是然后我们下决心啊，我一定要得到啊这个佛宝啊，这个化宝，这个法三圣一体的这个这个佛的果位啊，这就是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啊，一定要证悟啊，要发誓证悟这个啊，要发誓一定要获得这个啊，获得这个果位啊，这个就是最究竟的这个佛的果位啊。这样子呢，这里面就显密的这个皈依都包含了，显宗的皈依、密宗的皈依，所有的这里面已经包含了啊。这是真正的这个皈依是这个啊。那我们观想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修五加行啊，这个修这个皈依的时候啊，它的要求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修一个小时的话啊，这个三分之二的时间啊，用来观想还有这个心理思维啊，然后呢三分之一的时间当中才念这个皈依偈子，按照这个要求是这样子的，佛经里面啊，所有的这些修法都是这样，需要观想需要思维的时候呢，三分之二的时间当中去观想思维，
这观想思维完了以后，三分之一的时间啊，才这个念归于寂啊。但是我们啊，因为就大家这个修行的时间也不是很多啊，需要这个上班工作，这样子呢，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的话，那就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啊，首先是一定要观想啊，观想。观想清楚了以后呢，基本上观想清楚了以后，第二个就去这个发誓。刚刚我们讲的啊，我从现在起啊，就是皈依这个三宝啊，我从现在起到成佛为止啊，三宝佛法僧才是我的唯一的这个这个皈依处啊。我从今天起啊，这个成佛之间生生死死。依止三宝，依靠三宝啊！除了这个佛法僧以外，我再也不去找其他的这个依处啊，其他的依处，我无论是这个堕地狱也好啊，就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好啊，升天也好啊，无论是我在这一生当中痛苦也好，幸福也好，再怎么样也好啊，我坚定不移的这个依靠啊，这个佛，依靠法。依靠僧啊，这就是我这一生，不但是这一生，生生世世当中呢，就是唯一的这个依靠处啊，就是佛法僧啊，这样子，决心下决心啊，发誓，这个发誓完了以后呢，基本上完了以后，然后就去念皈依偈啊，皈依偈，因为我们念要念够这个10万遍啊，所以。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不去观想，然后又不去这个思维，就光是念这个咒啊，为了干这个熟知啊，就念这个咒。这样子呢，虽然是在这个熟知上面呢完成了，但是这个是没有任何质量的啊，是意思就是说这个修不修都没有太大的这个意义了啊，所以我们啊是最好是三分之二，如果。没有那么长时间的话，那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啊。首先是观想，观想基本上清楚了，然后去思维发誓，这个完了以后再去念。我们要把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啊，要分3个阶段。第一个是专门去观想，第二个呢去这个思维啊，思维的意思就是下决心啊，发誓。然后这个完了以后，第三个阶段才是念咒啊，不是念咒，念这个皈依的偈子啊。这样子才算是真正的修皈依，这个叫做修皈依啊。然后我们没有观想啊，有没有观想，有没有这个发誓，光是念啊，那这个叫做念皈依啊，不叫修皈依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皈依就要可以分3种皈依啊，一个是身体的皈依，就是磕头啊。语言的皈依就是念皈依偈啊，心的皈依、内心的皈依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发这个三种这个发誓啊，这样子呢，身口意的这个身口意都在做这个皈依，这是非常好的啊。那我们如果这个无加心呢，就修简单一点的话呢，那我们修皈依的同时可以磕大头啊，修皈依的同时可以磕大头啊。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些观想啊，还有这个发誓呀，全部完了以后，然后站起来啊，一边磕头啊，一边念这个皈依的偈子啊。在这个之前不要站起来，这个观想的时候，还有发誓的时候呢，不要磕头啊，不要站起来，就打坐啊，打坐专门去观想，专门去这个发誓。这个完了以后呢，完了以后，也就什么叫做完了呢？就是在心里啊，升起了一个坚定不移的这种决心。也就是说，我从现在起啊，依止三宝，依靠三宝。除了三宝以外呢，我再也不去找任何这个依处。就是这种念头啊，就有一个强烈的念头的时候，然后站起来啊，然后呢，在这个就这个时候就。一边磕头啊，一边就念这个皈依的偈颂，然后在磕头和这个念皈依偈的同时，你也要反复的这个观想啊，反复的去这个发誓呀、啊，都需要的。这个从开始到这个最后啊，之间都需要的。如果修简单一点的话，可以这样子。我想，
我们很多的这个很多人，就除了就少数的老年人以外，都要这个上班了，工作，然后这个时间也很紧张的，所以也可以这样子考虑啊，就是皈依的这个同时就修这个皈依的同时磕大头，磕大头这样子呢，皈依完了以后呢，磕大头也就基本上就完了啊。那以后这个上师瑜伽当中呢，也有一个大头，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观相啊，或者是就稍磕一些大头就可以了。这个10万的大头呢，在这个前面皈依的同时啊，磕的话就也是可以的。那简单一点的话，这是这个皈依的这个修法，皈依修法啊，然后皈依的修法啊，这个念完了以后，这个修法，比如说我们一个小时啊结束了以后呢，然后就是我们前几天讲过的啊，初坐的这个方法是前几天已经讲过了，这个要去观察我自己在这个一个小时当中修好了没有啊？还有就是这个去观察啊，我刚刚这个打坐的时候发誓，我一定要坚持不间断这一坐啊，这个做到了没有啊？这都去这个去观察，然后去这个这些都是需要的。但在这个之前呢还有一个是我们准备这个初坐的时候啊。然后有对这个上师三宝、对佛法僧发起强烈的这个心性，然后这个时候呢，从这个佛这个莲花生大师还有这个皈依经的心口每一个佛菩萨的心口发光发光这个光照射就是我们和这个所有的众生照射。这个时候呢就因为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慈悲的这个光芒照射我们的时候，以这个加持，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修心的功德就清净了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所造的这些这个罪业然后观想这个圆满了所有的这个资粮然后呢，所有的这个众生六道轮回的所有，刚才我们观想的这些所有众生一下子都融入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口这样子观想。这个时候呢，有两种不同的观想，有些皈依的这个修法呢，莲花生大师还有这个皈依经上的这个所有佛菩萨发光，然后就融入这个我们众生也有这样子的这个修法这样子修也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呢，普贤上师言教当中讲的这个修法呢，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平时还是按照这个大圆满的前心普贤上师言教的这个修法去修那这个时候呢，不是莲花生大师融入我们，我们然后就融入在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口这样子观想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再观想这个整个这个皈依经呢从边缘逐渐的这个化光，化光的意思就是说变成光变成最后就是变成一团光那这个光最后就是融入莲花生大师这所有的周边的这些佛呀、菩萨呀，都化光融入莲花生大师然后最后莲花生大师也就化光化光就变成最后就一团光然后这个光也就在这个虚空当中也就是在这个融入到这个虚空当中，最后呢，在这个虚空当中就是没有任何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佛菩萨的像一切都最后就变成一个空心，一个法界这样子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象征一切法都从空心当中这个诞生一切法也就于空心当中消失所有的这个都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外太空当中的所有的星球，它就在这个太空当中诞生
然后就现在就是在这个太空当中安住，就住在太空当中啊，最后就在这个太空当中啊，它会消失的。嗯，一样的道理，我们万物啊，万物都从这个空心当中产生。嗯，然后呢，现在正在这个存在的时候呢，也就在这个空心当中存在啊。最后消失的时候呢，它不会走到其他地方，就在这个空心当中消失。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它是象征这个啊，这个时候我们观想这个莲花生大师啊，就最后呢，也就消失在这个虚空当中啊。在这个时候呢，啊，我们心清净下来啊，这个观想完了以后呢，就不要取其任何的这个杂念啊。刚才莲花生大师啊，也在这个空中消失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啊，心里。啊，不想任何这个，不去想任何事啊，不追求这个，不去追求过去的事情，也不纠结未来的事情。当下的心，也就是不要去，不要有任何杂念啊，平静下来啊，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停留安住，安住一段时间，像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都可以。这个叫做。圣意啊，这个叫做圣意的皈依，就像圣意菩提心一样，这叫做圣意皈依啊。实际上，如果这个时候呢，真正证悟的话啊，这个时候如果真的证悟的话，这就是已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啊，心的本心、光明、才空心啊、双运这三个是这个三啊，这个三身啊。这个时候呢，如果真的证悟这三身的话，明心见性的话，那就是。短期之内啊，就是得到了获得了这个佛的三圣了啊。当然，这个因为我们还没有这个彻底的断除烦恼啊，所以在这个禅定当中出来的时候呢啊，我们又会暂时会失去这个状态，又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啊。但是在这个禅定当中，比如说我们证悟了一秒钟，或者是五秒钟，或者一分钟的话，在这个一分钟当中呢。啊，一分钟的时间当中呢，就可以说获得了这个佛的这个三圣啊，佛的三圣，这时候呢啊，这就得到了这个佛的三圣啊，可以这么说啊，这就是真正的这个身依啊皈依，这叫做身依皈依啊。如果还没有证悟空心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得到，但是呢啊，就在这个当中停留啊，心里不要取。像任何事情啊，然后下一个又开始冒出一个念头的时候呢，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啊，就这个时候就结束了，然后就回向啊，还有回向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观察呀、回向啊，这个除作以后的这所有的事情啊，都在这个之后去做啊，这样子啊，这是。整个这个啊，整个这个修法啊，整个这个具体的修法是这样子的啊，然后一些细节啊，大家看这个啊，大圆满的前心啊，蒲先生是演教，这个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就看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啊去修，嗯，然后这个皈依啊，这个修皈依的时候，皈依有三种皈依啊，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啊，这个我们刚刚前面也讲过了，那、就是三种皈依，是我们为了得到这个啊，只得到这个人天的福报啊，就皈依三宝啊，有些人呢也有这样子，他愿意皈依三宝，愿意皈依三宝，愿意做一个这个佛教徒啊，但是呢。暂时不愿意这个解脱啊，既不愿意这个成为阿罗汉，也不愿意这个成佛啊，他还没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呢相信佛啊，尽量的想去这个做善事啊，尽量的做善事，然后呢也有这个也相信佛，尽量的做善事，但是啊就是还没有考虑要去成佛，有一种这样子的人，嗯，那这种人呢可不可以皈依呢？也可以皈依啊，这种皈依，嗯，这种皈依就是这个下师道，也就是说最下等的这个皈依啊，这是为了下一世不堕地狱、不堕畜生啊、不堕恶鬼道，为了下一世能够享受人天的福报而皈依这个佛门的，也有这样子的皈依啊，这是一个，嗯，
第二个是小乘佛教的这个皈依，这个就是小乘佛教也皈依，但是呢，它的皈依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解脱啊，为了自己的解脱皈依的，这是第二啊。第三呢，就是大乘佛教的皈依啊，这个我们的宣旨就是大乘佛教的这个皈依啊。大乘佛教的皈依是为了度一切众生啊，为了度一切众生，就发誓我一定要成佛啊，我要成佛啊。那我要成佛的话，怎么样成佛呢？就是依靠佛、依靠法、依靠僧众，才能够这个成佛啊。那就是为了度一切众生，我一定要成佛。为了我成佛，所以我今天啊皈依啊，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以后修皈依的时候。要这样子修啊，这个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发菩提心，我们做任何事情，修任何法都不能离开这个菩提心啊，不能离开菩提心。一旦离开了这个菩提心的话，那我们做出来的无论是再怎么样也好，都不属于大乘佛法了啊，都不属于大乘佛法，要不就变成这个小乘佛法了，要不就变成这个世间法了啊，所以这个。修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修了菩提心以后，然后呢，就这个皈依啊。那皈依的这个整个修法是这样子啊，然后最后我们这全部做完了以后，就齐坐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皈依的修法就这一坐就修完了啊。然后皈依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这个啊算这个皈依的修法修完了呢？就。当我们做梦的时候啊，做噩梦的时候啊，做噩梦的时候都是立即就能够想起这个上师三宝啊，想起这个佛法僧啊，这样子的，到达这个程度的时候呢，算是这个皈依修完了啊。从这个梦的角度来说是这样子啊，从我们现实的角度来说啊。我就是什么时候升起了坚定不移的这个信心啊！我从此以后啊，遇到这个生命的这个危险，我这个不失去上师三宝啊，不失去这个佛法僧啊，有这样子坚定不移的这个信心的时候呢，这个皈依啊就这个修成了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修这个菩提心，但是这个皈依的这个虽然是在质量上修好了，但是啊数量啊还是要这个要念这个10万遍啊，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啊，这是整个这个皈依的这个修法啊，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啊，大家看书看这个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演讲啊，还有呢，我们也可以参考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菩提岛次第广论这里面讲的也是非常清楚的啊，还有就是悟够广尊者的大圆满的大圆满心系修习啊，这里面也讲的也非常清楚啊。这个书现在很多啊，但是呢，我们书看的再多也，如果不修就是没有用了。希望大家努力的去修啊，就尽快修啊，这个这样子的机会呀，就。有多久啊？这个就不好说了啊！什么时候没有了？这跟我们前几天讲的无常一样啊，随时都有可能失去这样子的这个机会啊！如果一旦失去了，就再有这样子机会是非常非常难。所以，虽然这个大家的时间啊紧张啊，工作的压力、生活压力各方面有很多的压力，但是呢。这个什么时候没有压力，这个就很难说了。这有压力也得要修啊，不能等到没有压力，不可能有一天是没有压力的。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修，这个非常重要。还有皈依的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这个皈依的功德呢，比如说平时我们呢，就是遇到一些障碍这个修心上的障碍。啊，或者是这个工作上的障碍，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这个障碍啊，都通过这个皈依啊，通过皈依来这个消除这些障碍，都是非常有效的啊。当然，我们的这个皈依呢，不是为了这些啊，
但是有些时候啊，我们遇到一些这个困难的时候呢，也可以这样子的，这个不违背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个教义啊，我们的这个学佛的目的啊，还有这个皈依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我们的工作顺利啊，不是为了这个健康长寿，是为了成佛。但是呢，有些时候生病也好，或者是遇到一些这个障碍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祈祷，祈祷这个佛发僧，祈祷三宝，然后就是念这个皈依，这样子的话就一定有效果，也可以这样子啊。然后皈依的这个功德呢，所有的这些修心呢，还有所有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行善积德这个当中皈依的这个功德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但是这些功德呢，我们今天就不需要讲大家看这个普贤上师演讲普贤上师演讲当中呢讲得很清楚的希望大家认真的这个修赶紧修这个我昨天也讲过了。如果我们呢这些修法都穿了都不修的话，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一个后面的这些密乘里面的这些修法，它的要求是相当的严格的我们也不敢这个超过他们的这个超越他们的要求所以没有修这些家行根基没有成熟的时候呢，都是不能讲的讲了对大家都不好，这个所以你们如果大家都希望这个修以后的这些这个大圆满也好或者是大受益也好，就是如果愿意修这些正信的修法，那就是必须要把这个虔诚的修法呢抓紧时间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念这个皈依的偈，还有发心的偈颂的时候，还是最好念这个藏文的音首先这个偈颂的内容先去了解了解好了以后呢，然后就这个用藏文的音念的话，我觉得比较好平时这个衣柜我们只念一遍的话呢，就念藏文的也可以，或者是念韩文的可以，都可以。但是念这些偈颂还是最好用藏文念，还是保险一点这个虔诚的衣柜呢，我们修虔诚的时候呢，这个衣柜有两种衣柜一个衣柜比较广，但是这个因为这个比较光所以这个修念诵的方法也有一点点这个后面的时候有一点点不是很复杂，但是呢有一点点复杂，所以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很多人没有时间念那没有时间念，那我们就念这个开显解脱道这个开显解脱道里面呢也包含了所有的这个修法然后这个很方便很方便，所以我想很多人还是念这个开显解脱道的话就比较适合。好，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所能的一当就是把我们别的能当些讲解圆满解放我们就。这边做领导吧，做的不错。
Om Arabazan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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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rabazanadi